网络直播。我想跟你拍照。蔡世新，你不来巡房在做什么？这个感觉是尿意。哦，不是吧？我在这里。我是阿达。哎，等一下，刚是不是有人叫我？你有没有听到？没有啊，你老了，幻听。继续找冰冰了。又走了。嗨，各位，我们找到冰冰本人了。我现在没有化妆，你们不要拍我。你刚好看到冰冰吗？